喂，小鬼奶奶今天有点火热呢。等等，你先别火热，看看那个是什么？难道是暗夜欧布奥特曼大军？这么说，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啦。虽然他确实是欧布奥特曼，但是他借了那位大人的力量，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真正的欧布了。如果放任不管的话，他将毁灭整个世界。赛罗，你会赢吗？就让我再救你一次吧，小鬼。有我在，你们休想前进一步。这样下次你会消失的，赛罗。汪汪队，快总部集合啊！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，莱德队长。冒险湾附近突然出现了暗耀欧布奥特曼，他们要毁灭冒险湾。赛罗正在阻止他们，但是他快坚持不住了，恐怕有生命危险。莱德放心吧，我们是搞笑动画，不会死人的。好，这次的任务我需要赛文奥特曼，他是赛罗爸爸，还有奥特之子。最后我还需要杰德奥特曼钢弹形态，除了赛文，其他两个是凑数的吧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别着急，孩子们，看看谁来了。请大家把力量接着我吧。